国四大天，精善在人间，悠悠君所逆，果真是坑龙剑。苦主是著名画师冷玉。爹，你为什么觉得这里会有线索？线索太明显，一定是圈套，误导我们查案，用意何在？倘若狄仁杰失脚，将诛九族，满门抄斩。这么严重的事情，对方是调虎离山，只有一个门派能做得到。你们听说过风魔族吗？这是方术极高的一帮人，大理寺是远远不及。天下之难，没你解不开的。可是这回，偏偏就是我解不开的。嘎塔布拉松！嘎塔布拉松！先安排皇上撤。这种邪门万法怎么用法？什么东西？大家全民戒备，准备迎战！